术。嘿，功夫宝宝们，快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练武功吧！敬礼，礼毕。手挺胸，折如弓，快如风，功夫宝宝棒棒棒，快乐冲冲冲，抱拳，冲拳，下掌，勾手，棒棒棒，快乐冲冲冲，开始做早操了，快跟我一起做，举起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快擦，那有怪物。怪物？不怕，你们先在这儿待着，鹏鹏去看一看。咦？这不是企鹅吗？嗨，你好啊，我叫鹏鹏，我很喜欢你，想和你交个朋友。嗨，你好，我是企鹅乐乐。哦，乐乐你好，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我迷路了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，让鹏鹏来帮帮你吧，我还要给你介绍两个好朋友。托托，小嘟嘟，快过来！来，企鹅乐乐，这是我的好朋友托托小嘟嘟。你们好。托托小嘟嘟，这是我的新朋友，叫企鹅乐乐。好啊。企鹅乐乐迷路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我们帮帮他吧。好。企鹅乐乐，你还记得你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吗？记得，我的家很冷，周围几乎都是白色的，一年四季都是冬天。我有好多好朋友，都生活在一起，我们一起玩滑冰，在冰上跳舞，可好玩了。一年四季都是冬天，那是什么地方呀？哦，鹏鹏知道，那应该是南极，一个神奇的地方。啊，那让我们帮帮他吧，把他送回家吧。嗯，没问题，让我们一起呼叫滴滴嘟吧。滴
嘀嘀嘟。回到家了，欢迎您来我们家玩。小企鹅真是可爱，小朋友，你们喜欢企鹅吗？我好喜欢企鹅，企鹅肚子白白的，走路很好看。企鹅的肚子大大的，企鹅的背后黑黑的，企鹅的脚橙色的。我喜欢企鹅，因为企鹅妈妈生出来的。企鹅宝宝，企鹅宝宝走的路很可爱。企鹅后面是黑的，然后它的肚子是白白的，然后它的后面是黑的，然后它的镜头是它的脚是黑色的，然后它的身体是你完了。什么呢？他们准备下水捕鱼了。哇，好多好多鱼呀！嗯，企鹅平时主要吃鱼和虾，你看它们游得多快呀！哇，好帅，好酷呀！嘿嘿，咻咻咻！哦，一个蛋。看看这个蛋里藏着什么呢？啊，小企鹅！小企鹅是从蛋壳里出来的。你们知道还有哪些小动物是从蛋壳里出来的吗？多多知道，这是小鸭子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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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嘟嘟知道，是小鸡，滴滴滴滴滴滴。都答对了。你们真是太棒了！哎，托托，你是不是着凉了？托托觉得有点冷，好冷啊！这里的确有点冷，把企鹅乐乐送回家了，我们也回家吧。我爱你，红花。
苹果，一个小苹果。哇，胡萝卜，快看看谁掉的胡萝卜大呢？是这个胡萝卜大呢，还是这个？是这个，小嘟嘟掉的胡萝卜大。嗯，没错，小胡萝卜。大胡萝卜，哇，西瓜，西红柿，小朋友，你知道是西瓜大还是西红柿大呢？西瓜大，西红柿小。嗯，非常棒，西瓜大，西红柿小。小嘟嘟都会掉到什么呢？哈，原来是大巨人和小矮人呀。大巨人大，小矮人小。对了，大巨人大，小矮人小。来了一个，摇啊摇，摇啊摇，哇，来了好多娃娃，有大娃娃，有小娃娃，娃娃们要排队了，娃娃们从大到小排列好了。圈圈要排队了，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好哦。看一看排的对吗？是红色的圈圈大还是黄色的圈圈大呢？这个大。对，黄色的圈圈大。我们把这两个圈圈换一下位置吧。圈圈从大到小排列好了，快把圈圈放上去吧。你好像落了一只哦，你再仔细看一看，
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再一起来数一数吧。哦，它在哪呢？啊，哈哈，在妈妈。我们一起来数一数。红果果一起来学这首儿歌吧。好。小猪吃的饱饱，小猪吃的饱饱，闭上眼睛睡觉，闭上眼睛睡觉，大耳朵在扇扇，大耳朵在扇扇，小尾巴在摇摇，小尾巴在摇摇，呼噜噜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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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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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尾巴在摇摇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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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尾巴在摇摇。哇，太棒了，小嘟嘟学会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儿歌吧。谢谢鼓掌。哇，这位
小朋友真棒啊，他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哦。你也想得到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吗？那就赶快给我们写信吧。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100038信箱123分箱小小智慧树栏目彭梦收，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38。爸爸再见，我们不回首。妈妈再见，我们不回首。小朋友再见，我们不回首。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风风再见，我们不回首。拖拖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小嘟嘟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，我